纪委，好球，真巧啊！这球找的，卡几个传球线路，机会一个分，你看这是投手啊，投手大空位，投不进啊！现在好球，七中零，这球怎么二加一？福哥之后才是七中零的。广东队呢，他由于三分不准，篮板不好，导致这个辽宁队现在靠这个得分已经不少了。对，你看都是这样，往那个篮下一站，空切的人就没用了，他也传不了球。你能不能终于？哎呦，乔丹贝尔他确实啊，还是防守幺三幺，幺三幺联防，徐新站罚球线啊，这高度够高的。纪委后撤步中距离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后撤技术高了，他这个。啊，你现在这个谁呢？沃特斯有一条啊，他原来给空接来了，他给周琦的这种传球，对，广东的年轻球员他完成不了，对，因为守联防他对不上人，对，守联防本身就不好，守联防是很容易漏篮板。这个大韩是玩了命，对，我在场上打着十分钟，就把所有的我根本，徐杰还是。跟紧这个福格，哎呦，这球三加一，三加一啊，三加一啊，嚯！整个季后赛这球算收不住了。对，正负值排在第二的运动员啊，这个球是技术了，确实好。他这个斜后的后撤步啊，嗯，把这个机会，而不要勉强的去强顶啊，单打张镇麟。哇，这就是差点就失误，又让。张浩佳呀，做他不擅长的事儿。啊，小打大，你看，又是先上篮板。这联防最大的弊端啊，就是漏篮板啊。对，漏太多后场篮球了。辽宁这场啊，破联防的课啊。嗯嗯，对，整场都在破联防。来了，纪委上篮，就突进去了。啊，这是他的三分网球，漂亮。他的这个绝招就这个。对。破联防的第一招啥都不是，就是快，就是他，你都没有时间摆联防，不就没有联防了吗？哎呦三加一，第二个三加一，三加一，他在三分线外造成了对手三个反摧毁式的这个对信心啊，这就是库里式的杀伤啊，杀人诛心。哦，这个脚步，嗯，他是有干扰，他有他的条件，这三后卫篮板球内线对来三分，又是纪委，纪委今天是吧，都说艾伦受伤的时候，很多人啊，这个圈内圈外都看好这个辽宁。对，都艾伦那么久出来都皱巴巴了，还有啊，杜峰看看会不会换沃特斯了啊？我觉得感觉这点能量用完了，用老了嘛，差不多有个十七八分。对你这节这种控制节奏啊，不用球到赵继伟手里，好球。那这个辽宁队半个脚已经在总决赛圈了，对内线的一枝独秀啊，对。